喝点热水。姐，怎么了？我现在很好了，你去照顾冷子峰吧。嗯，我现在真的没事儿了，我已经告诉冷子峰了，我喜欢的是二号。嗯，所以啊，你赶紧去找冷子峰吧。 好了，你快去了。我真的没事了，快去，磨磨唧唧的，你快去，嗯。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嗯。我去了。 这里交给我吧，李虎的家人也在住院，应该也需要人手帮忙。那我可就拜托你了。嗯。雨虹，跟你说了一个晚上了，我不是找雨虹。不好意思，我哥他有点睡昏了。哎呀，那就麻烦你照顾他。没关系。 谢谢，请慢用。师兄今天这么晚找我出来喝咖啡，丽华嫂子知道吗？冷子峰受伤了，明天有义赛，我想申请换人。你们镇宇学院的学生都是纸糊的吗？我拒绝。 你可不可以有一点人性？学生受伤了，我们身为教育者保护他们是我们的责任。师兄，一般的击剑比赛，如果一个选手的状态不好，要么弃权，要么硬撑，难不成你还要求主办方答应让你换个人上场？虽然我们这次是友谊赛，而友谊赛是以个人赛制的方式进行，所以上一次邓尔豪受伤，我二话不说就答应让你换人了。 可是你不能一再的破坏规矩。所以这次冷子峰受伤，如果你想要保护他，那你就让他弃权。而我呢，就笑纳这一胜了。我就知道，找你出来喝咖啡，也没什么好谈的。师兄，别忘了把冷子峰的学籍资料准备好。 明天过后，他可就是我的学生了。还有，别忘了买单啊！
邓二航，你是因为上次喝酒输给了我，才不敢跟我决斗的吧？你是醉到连输赢都忘了吗？先倒的那个是你。我那只是重心不稳，摔了一跤。哇，那你那跤把你脑袋也摔坏了吗？我记得清清楚楚，那天我是直着走出去的，你是被白无双扛出去的。你踏出门口就摔个狗吃屎，你那个打拳的朋友还公主抱，抱到车上你还哭呢。谁哭了？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呀？快报赶紧！就说你怎么了？别吵了，留点精力在江道上吧。对对，用嘴暖身不切实际啊。行了行了，那个不知死活想跟我决斗的冷子峰在哪儿呢？医生让你留院观察，你偏不听。到底什么比赛这么重要，你非得偷偷出院跑来这看？我就关心一下队友，过来看看不行吗？真是。那家伙怎么那么眼熟啊？闪电！哎，闪电！闪电！你好，你是闪电吧？啊，原来你是振宇的学生啊，怪不得跟赵一红认识。你是？啊，我是雷霆的兄弟，叫我康哥就行。啊，我昨天看你的比赛了，谢谢你昨天把我叫下了拳王猛虎，实在是太解气了。对不起，不是，实在是因为你昨天太帅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招，这拳是为了我的女人而挡。你知道吗？我当时看得热血沸腾，这全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闪电，咱俩能拍张照片吗？啊？哎，妹妹，你帮我跟闪电拍个照片行吗？哎，谢谢。好。来。一二三。好了。谢谢啊。闪电兄，你替我兄弟报了仇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兄弟。有什么帮得上忙的地方，你尽管说，让我替我的兄弟雷霆向你报恩。上刀山下油锅，在所不辞。走了，集合了。哎，来了。闪电兄，那我先走了，咱们后会有期，以后有你的比赛我一定到。哎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拜拜。走吧，走。这人谁啊？这是可能是个可能是个二货吧。等，快掉头，别让他看见我。冷子峰，你要去哪儿？对不起，我帮不了你，你自己面对吧。我不是说了，今天的友谊赛你不用参加吗？哎呀，这是我闯下来的祸，当然由我去解决吧。再说赵胜学院不是不许换人吗？现在的你，能站上剑道吗？如果是索隆的话，他会躺在医院吗？我可以接受输，但是绝对不能接受直接投降。师姐，你就成全我这一次吧。不要勉强，撑不住就喊暂停。师兄，昨晚睡得好吗？我的东西准备好了没有？比赛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。南明跟石硕实力进步很大，还有我们家的冷子峰，潜力不容小觑。师兄该不会让冷子峰拖着重伤之身上场吧？也是啊，你师兄的性格，面对最照顾你一路拉拔你的大师兄都敢下重手，一个学生的死活自然算不上。你是不损人不舒服输了，把你的思路也清楚。
告诉我2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的姐，你怎么能让冷子峰上场呢？他现在还在轮椅上呢。只有子峰自己能够决定是不是要上场。既然他已经决定了，我们也没有权利让他认输。放心吧，即使他不行的话，这都是让少康轻松拿下一胜。我会盯着他，不会让他再受伤的。我以为我哥只是来看比赛的，现在要让他上场吗？南明哥，是少哥，你们不能换人吗？你看我哥都伤成那样了，你们真的忍心啊？是少哥。朝天哥，汪月哥，天寒哥，天志哥，拜托你们一定要帮我哥，拜托你们替我哥上场好不好？哎呀，子辰妹妹，不是我们不帮你，你看就我们几个，谁能打得过少康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没人打得过少康，只有一个。谁啊？嗯，不用看我，傲盛不允许换人，上不了场就直接投降吗？别看扁我，我是两次打败过拳王的人。哎呀，子枫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看你现在这样，别说少康了，你连我的左手都打不过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就好好休息啊。傲盛学院怎么这么狠的心啊？早知道这样，我就应该把你绑在医院的床上，让你下不来。真的不是一个好妹妹，我竟然把我哥推入了火坑，我真是太不应该了。子辰妹妹，你先别哭，其实不让你哥上场的办法也有。真的吗，师硕哥？嗯，只要我和南明先拿下两局，三局两胜，你哥根本就不用上场。那就拜托两位哥哥，一定要取得胜利。我冷子琛做牛做马以后回报你们的。做牛做马多不好意思，做我女朋友就行。耍什么贫嘴？没必要谢我们，我们才不要输给傲盛学院那帮笨蛋，对不对？对。耶。傲盛再过100年也打不过我。南明学长，你实在是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说话就说话，别这样，别这样。那子辰妹妹，我答应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了，看你的了。放心，我真想成为南明。你可真贪心，我只想成为南明身上那件防护衣。哎呦，我最崇拜像南明学长这样的人了。子辰妹妹，现在轮到我上场了。那师叔师兄，你要加油。嗯，放心吧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大舅子，你就放心吧。今儿我绝对不让你上场的。嗯。师叔加油！师叔加油啊！师叔师兄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没事。
这石硕今天怎么搞的？一直贸然抢攻，也不懂得相持一下。应该是用力过猛了吧？石硕，稳住！ 哎，你们怎么了？各个像丧家之犬一样，比赛没打完呢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冷子峰，他是你们当中实力进步最快的一个。啊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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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，我不管怎么看啊，这个冷子峰是要转学了。什么转学啊？我听你爸说，这次友谊赛如果他输了，他可能就要转到奥盛学院。 这是你爸和少强的交换条件。不过我猜他们是说着玩的，怎么可以拿学生的未来当赌注呢？石硕哥，怎么样？对不起，我输了，我真没有。废物。 我还以为以石硕师兄的身手，胜利应该是手到擒来的。哎，石硕，这下你在冷子山心中可是永远出局了。哎，哎，子枫，哥，哎，小心，哎，哥，你不能上场，你这样身体会撑不住的。真要输也要输得光荣。 比起什么都不做就低头认输，我还是想努力过，挣扎过，痛痛快快的接受失败比较好一点。再说了，你哥可是专门逆转取胜的专家，这情况越不利，对我越有利。但是你两次逆转胜利的情况都是有赵一红在的情况下，可是今天他不在啊，你确定你能行？哎，过来帮忙！慢点啊，慢点啊！哎，哎，松开！怎么了？怎么这只手？伤那么重，快点！冷子枫受伤了，第三场比赛你就妥妥的拿下胜利吧。挺可惜的，其实我挺想会会打败邓尔豪的那个家伙，不过。 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大人有事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样？我肚子疼。快走医院！快！来来来！哎呦，这个冷子枫。
是一只九命怪猫啊！哎，你说这在比赛的时候，对手肚子疼，这个几率比被雷劈都低呀、啊。你昨天说我们学生是纸糊的，我看你们学生的健康状况也不怎么样。你真好啊！不如这样好，1-1，怎么算平手？不分个高低，怎么能行呢？一定要分胜负的话，那我就派邓二号。等冷子峰伤愈，跟少康再比一场。冷子峰的未来，当然应该由他自己来决定。那就延后比赛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怎么不再忍一下呢？以冷子峰的状况，你就算用左手都能赢得了他。不知道啊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教练。怎么忍不住？你早上晨练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我昨晚吃宵夜吃坏了吧。哎，又疼了，教练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要上厕所了。你放心，我下次一定赢。哎呦，哎，啊！多亏了我奥斯卡影帝级的演技，再加上这无辜的眼神，教练，哎，是你啊，闪电兄，你可真会玩。哎，之前见面你怎么不告诉我你就是冷子峰？刚刚在剑道上差点给我吓死。还有啊，你看我这耳朵都被教练骂出茧子了。作为粉丝，没把偶像祖宗18代都挖个清楚，是不是粉丝的失职啊？你今天的大义灭亲行为实在是太牛了，从今以后你就是镇宇之友。我呸，什么镇宇之友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都被你害惨了。我现在可是知道什么叫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有苦说不出了。前一秒还称兄道弟的，怎么现在就翻脸无情了？阿康，咱们俩现在什么关系啊？哎呀，我拜托你闪电兄，你就别再挖坑给我跳了。我怎么说也是奥盛佩剑队的队长，我跟你们振宇的关系那就是太阳跟月亮，有你没我。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竟然装病申请延赛。君子不趁人之危嘛，我也有运动家的精神的。下次对战有把握打赢少康吗？没问题。没问题？怎么没问题啊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能不能打赢我也得问问我的意思。我可以告诉你啊，我不愿意。还有啊，下次啊，我可不会再放水了。当然当然，我下回也不用偶像的包袱来压你。小粉丝尽管放马过来。哎，武双，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如果下次我赢了冷子峰，一起去看雷霆的比赛怎么样？没兴趣。哎，等一下，考虑考虑呗。怎么说，我现在都是镇宇之友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我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子枫？啊，没事，就是止痛药，药效好像过了。你们在这儿等一下，我去把车开过来。好，忍一下啊。嗯，没事没事。真是胡闹，肋骨骨裂可不是感冒，竟然瞒着医生偷溜出院，还参加比赛，你这是玩命知道吧？如果肋骨断裂，刺穿心肺，神仙也救不了你。这么严重啊？早跟你说过了，你还不信。对不起啊，医生，我们绝对不会再让患者私自出院了。没有我的允许之前，你一步都不准踏出病房。你要自己敢溜出去，我就直接戳死你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听到没有？我错了，老妹，你先去陪虎子吧，这儿有阿康跟师姐照顾着呢。啊，还有啊，这件事千万别告诉老爸。好了好了，好休息。
那我也走了，我去看看雷霆。谢谢你了。好好休息。师姐，师姐，你去陪一红吧，她一个人在医院肯定可无聊了。那你一个人就不无聊了吗？来，喝点水。慢点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一个人无聊也就算了，但是我不想拖师姐下水啊。哎，我没说过吗？闪电本来就是冷子峰，全馆的人都知道。你当然没说过，要不是我够机灵又很有演戏的天赋，真的被你害惨了。哎，闪电还有什么祖宗十八代的事情你都跟我说说。祖宗十八代我不知道，不过我知道他爸是个厨子，很会炒饭，家里还有个双胞胎妹妹叫冷子辰，从小身体不好，不过是个医科大的高材生。厨子的儿子是运动天才，女儿是个学霸。哎呀，这组合倒是挺有意思的。哎，你和他的友谊赛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，他挺你挺到住院，如果我捡了这个便宜，那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。什么呀？耍赖无耻。哎，不过我知道冷子峰是闪电之后，我更希望跟他交手了。冷子峰打败了邓尔豪，我如果打败了冷子峰，那我不就是间接的打败了邓尔豪吗？真希望他快点恢复啊。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没事，叔叔。还说没事，包得跟个粽子似的。你也真是的。你爸爸住院管不了你，你跟我说呀。没事，叔，上台打拳嘛，受点皮外伤，磕碰难免的。你去哪儿？我就顺带把门关一下。爸，你来啦！我再不来呀，都不知道你们能干出什么来。你看你哥，你贺叔、虎子，全在医院里，干嘛呀？要在医院里开 party 呀？只要大家都在一块儿，在医院开 party 又怎么样啊？哎，子枫呢？哥在隔壁呢，他需要的师姐来看他，所以我就不要当电灯泡来这儿喽。天哪，哎，是无双师姐吗？天哪，女神亲自来陪着他，太幸福了吧这也。对呀。你们是说小峰有女朋友了？哎呦，不止一个。还不止一个？这小子敢乱来的话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哎，叔叔，您误会了。这个无双师姐呢，并不是子枫喜欢的人，子枫喜欢的人是无双师姐的妹妹赵一红。赵一红也住医院了，而且也是为了保护子枫。谁是赵一红啊？赵一红和无双都是我们校长的女儿。
了，妈，我再睡下去，我要跟床结婚。丽华，哎，那你小心点。啊，这边走。这就是子枫喜欢的姑娘吧？是个漂亮姑娘，这小子有眼光。可惜你是振宇的女儿，你父亲不会同意你们交往的。这么大个房间就你一个人住啊？闷不闷？哎，有啥好闷的？难道要在医院开个 party 啊？大家越早出院，我这心里越高兴啊。喝吧。嗯。你看着气色还不错，差不多也能出院了吧？嗯。明天一早再去查一下，没什么事就出院了。这汤真不错啊，幸福啊，还幸福？这汤可是你挨揍换来的。那也比猛虎强，就住隔壁，挨了揍也没汤喝。哎，天琪啊，嗯，你说我都这岁数了，跟猛虎这样的年轻人还能对上三招啊？你说我厉害不？我这一拳，就一拳啊，把他打得眼冒金星，当时就找着北了。你那是突然出手，把猛虎打个措手不及，真上了擂台啊，你就没机会了。哎，不不不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你看我这拳头，啊，跟巅峰的时候比起来差不多啊。我看啊，我应该办一个退休拳王复出赛，让我那些老粉丝们怀念一下我过去的英姿嘛，对不对？要真等掌声变成了嘘声，可就没那么好玩了。其实啊，想想辉煌过也就算了，毕竟曾经拥有嘛，也算是有个念想。别人怎么看啊，根本不。
养吧。养。来来来，把衣服脱了。啊？把衣服脱了。脱了呀。那天你打完拳，不是全身又是什么血呀，又是汗的，肯定没洗澡，对不对？现在应该不舒服吧？来来来，拿着拿着，我给你脱啊。嗯。不是，你脱得这么熟练，你是经常给人脱啊？嗯。干嘛呀？我给你脱衣服呢。你别脱。哎呦，我帮你脱，要不然你去给别人脱，你去给别人脱。什么呢你？什么给别人脱啊？我只是课余时间在学校附近的医院打工，帮人擦擦澡，我就是赚一些生活费而已。啊，是这样啊？不然是哪样？哎呀，倒是你啊！没想到你还会脸红啊！也是交过女朋友的人，没让脱过衣服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没让人脱过衣服，也没有给人家脱过衣服。啊，不是，女朋友是女朋友，媳妇儿是媳妇儿，好不好？没事，一男一女，我给你脱，你给我脱，像什么呀？哦。哎哎，杨杨。那，没想到你竟然是这么迂腐的人啊！哎，来，大小胳膊。哎啊。现在像我这样迂腐的人，估计全世界只有我一个。谁说的呀？你眼前不就有一个跟你一样迂腐的人吗？嗯，你转过去，我给你擦擦背。小心，小心，好嘛。我告诉你啊，冷子辰同志，你现在做的工作可是我未来媳妇儿做的，你把她的活给抢了，你得负责任，要不然我可不让你走了。我负什么责任呀？我是医生，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。别乱想。喂，张妮，怎么了？喂，子辰，你今天晚上还回来吗？魏明都打了好几个电话问你有没有回宿舍了。嗯，不用理他，李虎住医院了，我现在医院照顾他呢。谁呀？啊，你的邻居哥哥生病了吗？在哪家医院啊？我也想去看看他。嗯，你不用来了，没事儿，他皮糙肉厚的，很快就好了。快期中考了，你别忘了回来考试啊。嗯，好。拜拜。嗯，拜拜。那个，你要不然就回去吧。我这没事，你赶紧回去复习考试了。哎呀，我走了谁来照顾你啊？你看你都这样了。再说了，我成绩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我一次不去啊，不会挂科的啊。不是，我知道你成绩特别好，一次不去不会挂科的。嗯。但是影响到成绩，你到时候期末考试奖学金不就飞了吗？我哎呀，我就不用担心了，是不是？我皮糙肉厚的，从小就被你哥当沙包的，打到大了，我怕谁？还有那个你爸爸，我爸爸这么多人都在照顾我，那 OK 的。好了好了，你快走吧。哎呀，快走吧，快回去复习。你确定能照顾好你自己？确定确定。那我走了。那个，谢谢谢谢你今天给我擦身子啊。嗯，不客气。那好，拜拜。那我先走。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啊，你照顾好自己。我照顾好自己。拜拜。快走吧。